千万千万要认识这一点，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读那些书了。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巧言令色的人，他的心灵一定是不干净的，一定是不诚恳的。这种人你要小心啊！当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500年前，他是在山东讲的。但是2500年之后，我们在北京的人就可以巧言令色吗？你巧言令色就是有仁德了吗？你就可以去交巧言令色的朋友吗？不是的，我们还是嫌疑人。如果一个美国人他巧言令色就好吗？不是的，他巧言令色照常嫌疑人。这叫做经典。这种话为什么我们不去读？杜甫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北鸟惊心。”假如你真的处在一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这个环境之中，一个人如果不会感时花溅泪，不会恨北鸟惊心，这种人没良心。所以杜甫不是他自己感时花溅泪，恨北鸟惊心，乃是普遍的人性都是如此。这样子叫做千古之作，这样子叫做永垂不朽。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没有任何的经济势力可以使那些东西永垂不朽，只有人性。人性不在杜甫那里，不在孔子那里，在我们自己这里。这叫做经典。而经典不只是有了这样子的性情的涵养，不只是对我们人性的光辉的启发，它又是最好的文学著作。所有文学家只不过学到经典的一个面向，他就足以成家。唐宋八大家是不需要读的，因为他们是中等层次。他们从哪里学来这些文学技巧？经典之作。所以你要有好的文学的素养，你直接读经典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有人曾经说，读经这样子的教育就是教育的经济学，因为它太经济了，只要学一点点它就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老师希望你记住一句话，我们所要教给学生的一定要教他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个有用一定是高度有用，而这个高度有用呢是一辈子有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只要教5分钟就影响他一辈子，你只要教一句话就让他一辈子受用。假如不是这种教材你不要教，因为什么？因为学的刚才说的那种教材，这些教材自己就会了，你教他做什么？台湾的语文教育失败了，严重的失败。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学国语、国文，但是语文程度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专门在浪费孩子。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的小学，他认为小学生懂什么？小学生只懂什么呢？小学生只懂得他身边的生活，于是我们要生活及教育，教育及生活，所以我们又要教他身边的这个语文语言。所以他懂得什么？小猫小狗，所以我们的教材叫小猫叫，小狗跳，老师找，小朋友找。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不回去。小华、小明、小英的故事讲了6年，这三个人在6年之内阴魂不散。学了这三个人的故事之后，一个人到了13岁升上初中了，他的心灵里面除了认识2000多个中国字以外，他的心灵当中有4个字可以形容：一无所有，完全浪费。现在我举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唐德刚先生，他反省胡适之，他的所谓白话文运动。胡适之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名人，他自己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在他晚年的时候用英文讲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叫做自传，胡适口述自传。因为是英文，但是这个很有历史价值，所以他就叫他的学生唐德刚，现在在美国纽约大学当教授，唐德刚，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唐德刚一面翻译一面就下注解，就对于胡适先生的功业有一些这个评论。在讨论到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民国九年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唐德刚先生这样说，我念他，我念给大家听到。说这一场的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作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话。因为民国九年的时候，胡适之建议国民政府把我们小学的国文教育完全改成国语，就是完全改成白话文，小孩子只学白话文就好了，不要再学那些什么急屈熬牙的古文了，这叫白话文运动。唐德刚先生就是那时候正好是小学生要入学的人，于是他亲身经历到这种变化，他说要由我来说才能够知道这种教育到底是成功的、失败的，是对于国家有利的，还是在残害国家的。笔者本人就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新学制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距离我家最近的国民小学就是公立小学，公立小学一概都照政府的办法教白话文。这小学也在十里之外，我们上不了公立小学，只好在家里祖父开一个私塾来教我们几个亲戚的孩子。我祖父是革命党，他的这个头脑是很清的，所以他有许多的改良，不是按照一般的私塾教育，但是在国文这一课，他却规定我们要背诵古文，作文也要用文言文，不许用白话。我在这个私塾之内读了七八年之久，我的国文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击鼓地摇。若击鼓地摇是尚书，尚书号称急屈熬牙，所以把尚书都背完了，大概四书五经啊、诸子百家都背完了，所以最后连左传选粹和史记精华录也能整本的背。在我们这些同学当中，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下去之外，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以为是辛苦，最后在家长的鼓励之下，竟然也主动去读《资治通鉴》和《昭明文选》这些大部头书。那时候他几岁？十一岁。在我们十二岁那一年春天，家人为我们送我们上初中，必须有一张小学文凭，所以就把我们插班到公立小学去。我还很清楚记得我们在公立小学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就是有关早晨和公鸡的白话诗。他的诗是这样子的：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户人笑，哪闻穷人哭；喔喔喔喔喔喔。那时表兄和我三个人都已经会背诵全篇《项羽本纪》，就是《史记》的一篇文章，项羽本纪很有名的文章。我去数一数，总共9200个字，他们全篇会背。但是上国语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其他六年级同学一起大窝尔特窝。在我们楼下就是小学一年级，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记得几句：叮当叮，上午八点钟的我们上学去；叮当叮，下午三点钟的我们放学回。那时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读的习惯，所以早上早自习，晚上晚自习，只听了全校的孩子一边窝窝窝，一边叮当叮，好不热闹。各位，
有教就有，没有教就没有。同样上学，同样教书，他同样做功课，你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胡适之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警惕。胡适之4岁就开始读古诗，6岁上私塾就开始背古文，到了9岁的时候读了3年古文，他自己就能自己看古典小说了。所谓语文教育，语文教育嘛，能够看古典小说，这个语文程度已经高了。2年之内，他偷偷的看完30-40本古典小说，一辈子的作文基础就奠定了。9岁，11岁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正式教他读古书，因为已经读了4年的古书了。以前读的是背，现在是自己读，已经有能力自己读了。老师教给他的第一本书叫做《资治通鉴》，11岁就读完了，到13岁就把《左传》读完，把《左传》读完了，大概这一辈子中国书都读过了，以后就是复习、综合、创造。任何以前中国读书人，都在13岁之前把所应该读的书全部读完，一些重要的书都放在肚子里面。假如没有这样子的教育，这一辈子不要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人才，就没有了。大人才就跟这个人分家了。胡适之接受这种教育，他也没有变成书呆子。以后他的记忆力很好，学英文学得很快，所以19岁考公费留学，20岁出国去，到了27岁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哲学博士。他凭什么拿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先秦名家研究》。诸子百家已经很困难了，名家更困难，没有高度的文言文基础，能够研究先秦名家吗？所以胡适之非常容易就写出来，因为13岁前就读完了，而且他写出来以后，美国教授看不懂，所以糊里糊涂让他通过毕业了。28岁回来北京当北大教授，他凭什么当教授？13岁之前的功力。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哲学史》，他凭什么写《中国哲学史》？你能吗？不到30岁，全国闻名，凭什么？13岁之前受的教育基础。他去演讲引经据典，不要带书的，从来不会错误，因为他至少会背1000首诗词，至少，其他的书不用说。在他成名之后，建议我们的教育部不要再让儿童读古文，从此以后中国人没有胡适之，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可怜的中国。胡适之读古书长大的，你不是要写白话文吗？白话文不是写得很好吗？胡适之读古书长大的，徐志摩、朱自清，白话文不是写得很好吗？读古书长大的，钱钟书、沈从文，读古书长大的，鲁迅、老舍，读古书长大的，林语堂、梁实秋，读古书长大的，什么叫做白话文？不好好思考这一点，万事不得超生。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孩子，我的孩子比他笨，全国的孩子比他笨吗？思想的问题，教育思想的问题。一个孩子，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一个孩子的基本学习能力是吸收的能力，是海绵式的吸收，整体的吸收。你教他什么，要放在肚子里面，懂不懂？不懂。但是不懂就没有用吗？你看看胡适之好了，长大就有用。一个人会长大的，
学的这些不懂的东西，他有70年去懂，你怕什么？但是现在不学，一辈子就来不及了。什么叫做生涯规划？这叫做读书教育的生涯规划。你要知道，现在所学的不是现在要懂，但是一辈子有用。而现在不懂的学习是不是很痛苦？我们来检讨这件事情。假如学得很痛苦，不要学了，我们孩子太痛苦了。假如不是呢？你怎么说呢？所以以下介绍这样子的教育，我们不要再讲理论了，我们就很实在的，你应当怎么做。这种教育在台湾称为读经教育，就很简单，就是去读经典之作，其中教材是经典，教法是读。在我们大陆，一般人对经这个字有忌讳，其实你不要忌讳，我说就经常知道吗？永垂不朽的著作吗？你认为时代都可以有吗？现在也可以有啊，但是现在如果没有这种经典人物出现就没有啊。所以不是古代才叫有经典，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完全是开放的心胸，只要你是够格，你是够高、够深、够远，你可以感动千秋万世，你就是经，就这样。所以不拘经还是史还是子还是集，杜甫我们把它当作经来读，李白我们当它当作经来读，但是《红楼梦》就不大够，对不对？但是他在小说是经典之作，不过他比起杜甫、李白还差一点，我们就这样来选，这样来选经典之作。所以要选择教材是很简单的。我介绍大家选择的方法，我们没有固定的啊，一定要这个规定你什么教材，我们又不是教育部，所以不规定。但是你自己可以选一选，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三字经》读会了，语文课本就会了。教语文课本是没有用的。语文课本他幼稚园就差不多学会了嘛，所以各位老师，你的孩子、你的学生，如果有以下的情况，你要小心。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发下语文课本，他当天就看完，而且看完3遍，他能够跟他的母亲讲语文课本里面的故事。我告诉各位，你这本课本就不要教了。怎么办？明天再发一本新的语文课本，要不然你在浪费孩子。我们下课的时候听小孩子在他的朋友之间讲话，他所讲的话这么流利，所用的词语这么丰富，比如果他比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更高深，我们语文课本是在浪费他。他如果在家里看电视，他看自己的课外读物，如果那些的知识更加丰富，词语更加的优美，我们还在教语文课本，我告诉各位，你在浪费我们的孩子，你是有罪过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学了高度的表达、低度的表达自己就会，不要学，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所以教三字经，当然要包括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这个所谓的同盟书了，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唐诗读好了，那些都不要学就会了，而且可以提升他的语文程度。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古文会了，唐诗自己就会了，所以学唐诗浪费时间。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因为古文作家都是学诸子百家来的，学古文作家是浪费时间。古文作家你跟他平起平坐就好了，你拿来欣赏一下就好了，不要那么努力去学了，因为他不值得你努力。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面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这一本书不读，枉费你是中国人。第二本书老子，第三本书随便选，这些经史子弟随便选。我们在台湾，我介绍第一本书读论语，第二本书读老子，第三本书读唐诗。唐诗不是非常重要，但是给他好玩，所以附带读唐诗，千万不要那么认真教唐诗，那太小儿科了。好，教材就这么选。你说那怎么办？我怎么教？假如今天我只讲到这里吊胃口，那讲的是空中楼阁。我又不是专科出身，我又不是读中文系，我自己以前也没有很深的这个素养，我怎么可以教你？所以现在各位，今天我们来这里最主要就是学到教学法。这个教学法呢，只要两分钟就可以学完，而且保证每个人都会。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演讲结束以后，我们这个大门关起来，我们要测验谁不会教就不准谁回家。我们这样保证每个人都会教，要不然我们何必来这里坐两个小时呢？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只要你听两分钟，我保证你会，不会算我的，啊，不会算我不会教，叫所谓名师出高徒。为什么这样子困难的书，这样子这个高明的书，而教法会那么简单呢？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凡事合乎人性，凡事顺乎自然，天地之间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的教学法就是顺应着儿童的心理，然后依照教育的本质，应该这样教，所以我们这样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老师都很差，所以我们这样教，不是，是本来就要这样教。你的程度很好，也要这样教，何况你程度不好。所以，这种教育本来就如此，本来如此。好，我现在讲，我们怎么样去教学呢？我们只要会讲一句话，就可以当读经的老师，就可以指导他文化的这个进度。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家长，你可以把这句话交给你的同事，交给你们的家长们，同样讲这句话，就可以教读经，而且教一辈子都这样教，效果深远，儿童一辈子都会记得你，都会感激你。这句话只有六个字，这六个字很简单，请各位注意，就是小朋友跟我念。我称为读经教学六字真言哈。当然有的老师很这个听起来很愉快，这种愉快呢是有一种嘲笑的味道，这样子还要你讲，我们老早就这样教了哈。但是我现在要分析一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对这六个字并不了解。首先，你为什么说小朋友这三个字？很简单，不要说小朋友也可以，说一声喂也可以，什么引起注意，引起注意才能学习。而一个老师、一个家长是很容易引起学生注意的，而且越注意的学生，注意力越集中的学生，他学得越好。所以我们要时常引起他注意，时常叫小朋友，小朋友时常叫他。这个一个善于这个教导的老师，一定时常呼唤，叫做耳提面命。所以你要常要叫小朋友，隔一段时间他们已经不注意了，就再说小朋友，一定要常如此。那一个新的老师去到一个新的班级，他不知道哪一个人可以当班长，我告诉你很简单，站上讲台，忽然喊一声小朋友，那个抬头最快、眼睛最亮那个可以当班长。老师讲了小朋友还在那里东摸西摸，还在流口水的那种，不要当班长。
因为他已经学不好，所以小朋友只是提醒他。而一个小朋友是善于这个集中精神的，虽然他集中精神的时间不能维持很久，但是他善于被引导。我们大人就不一定了，像我在这里讲的口沫横飞，我说各位老师还是这样，为什么呢？没救了。你不再对新鲜的事物产生兴趣了。儿童不是这样，所以你一叫小朋友他就转头过来，一定的，这是合乎人性。第二句话，跟我念，更是正中下怀。因为儿童就是这样学习的，就是跟着学的。儿童的天性很像猴子，每一种动物一生下来都要跟他的父母亲，他的这个他的长辈学习。越低等的动物，他跟的时间越短，他的幼稚期越短。越高等的动物，因为他要学到非常丰富的生活的内容，所以他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幼稚期，都是跟着父母的。人类的幼稚期最长，基本上是13年。而人类不只是跟父母学习，人类还安排了很多的办法让他跟老师学习。所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老天爷就给你13年的幼稚期。如果老天只给你3年的幼稚期，一个3岁的孩子就说我翅膀长硬了，我要飞走了，我告诉你，人类就灭亡了。千万不要随便引发儿童的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小时了了是大未必佳。我们要让一个儿童13岁之前完全在我们的老师家长优良的带领之下，但你一定要优良，你不要带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如果带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你不会教他，老早离开，老早翅膀长硬最好。但是现在我们有好的东西要给他，他必须用13年的时间来学到 这些5000年的文化，乃至于西方重要的文化，都在13岁之前要灌注在他的肚子里面，肚子里面要满腹的经纶。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培养人才。而要做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就是小朋友跟我念，他一定跟你念。如果一个小朋友居然不跟你念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老师已经失败了，这个小朋友已经不再长进了。我们叫他跟我们念，并不是叫做控制他，并不是叫做不民主，不是的。民主，或者说我们要让他活泼，让他自由，不在这里说。如果你带你的孩子上街要买冰淇淋，你一定要问他你要吃什么口味，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口味，这是他可以决定的。现在你要教育他，你不可以问他你要不要读经，你是与虎谋皮啊，而且你等于放弃你老师的责任了。他哪里知道他要不要读经，这是他不能知道的，是你要负责的，家长跟老师要负起他一辈子的责任。这叫做真的民主，这叫做真的多元化。观念不一样，场合不同，就要用不同的观念来面对，心灵不可以太狭隘。好了，讲到祖先，就是小朋友跟我念。现在很多老师都说，我们天天都在说小朋友跟我念啊，所以这句话没有学问啊。小朋友跟我念6个字没有学问，但是说了这句话以后，你念什么可能给他跟就有学问了。现在我们想，老师，尤其台湾的老师，怎么说呢？他也是站上讲台，小朋友跟我念，小老鼠上灯台，